聪明的惊喜，聪明的惊喜，聪明的惊喜。你的情怀，然后就放到了马窝了，然后这个宝宝。你拍到什么了？对对。那个。嗯。哎，看到吧，一个装饰，一个蛮大只的那个飞脚怪。迷你，迷你鳄鱼。看吧。八四，还有，来了。你要拍照吗？没有拍照的。我拍了咯，我来两次了嘞。这今天这第三次帮你拍。这奇怪，给你油红灰椒啊！因为半潭水嘛。半潭水嘞？哦。因为是因为这道具嘛。你还在用印的？哦。他都算到死的，回家吧。我要看鳄鱼。鳄鱼在那边吗？肯定有了，老公。我面落啲油落佢啦，哈哈哈哈哈！上来就跟东西了，跟电动车了。就上到我也没有，这里可以做。对喽，啊，自己用蓝花，要自己浇那个黄花。哎，那个。正正红是李飞波吗？拍照啊！没有啊，微梦那边是好关键。你都有呀？走了。
一直在等鳄鱼哦。你都说我没有啊你有没有有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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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的多来吃啊。